刚刚起来，然后给自己下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。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我在这里也可以吃上这种面条了？因为我们那个厨房已经陆陆续续的啊，弄得差不多了，该有的东西这两天都基本上是有了，然后。暂时的条件的话，就只有下面条的 食材哦。等我这两天全部准备弄好了，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现在不好给你们看，有点乱。好吃，还是吃什么还是要自己做，自己做的比外面点的还是好吃多了。吃完面条了，今天外面的天气是下雨天，收拾一下，换衣服，准备出门。这几天基本上没做什么，就在家里收拾一下，干干净净的啊，太整齐了，自己都看着有点不习惯。可能有人好奇阿杰去哪里了，家里没看到他人，他在乡下有点事，昨天晚上就没有过来。我自己开车回来的，然后这两天我特意也看了一下评论区，很多人建议我就是要我去把这个头发呀剪一下，确实也是的哦，有点长。一般每到过年的时候呢，我会弄一个发型，不过我这个发型基本上也没变过，要不就是拉直啊、染颜色啊，但是去年我没有做，什么原因大家也知道。然后今天的话呢。我就去弄一下，把它剪短一点。先去理发店看一下。走喽，戴个口罩。今天还是降温了，下了一点麻麻小雨。但是，我这一次回湖北，我感觉比过年的时候还是暖和多了。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。又有一种那个什么病毒出来了，所以说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像我前两天我都不会戴口罩，这两天我觉得还是该有的防护措施还是要做好，对不对？走喽。我这个头发差不多留了一年了，我记得还是前年。就是过年的时候吧，反正应该是有一年了，一年没有动过它了。然后你看前面的灰头发也有这么多，到底是做一个发型呢，还是染个颜色，还是剪短一点？到时候去看了，先问一下吧，看能不能有什么发型把我变年轻一点。这小区下面剪头发的就这里有一个店。我们住的这楼下还是挺方便的，买衣服啊，买被子啊，买吃的呀，买菜呀，什么剪头发的都有，还是包括干洗店都有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好久没有来了，哎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好久没看到了，对，有好久没回来了嘛。我那些朋友啊，他说我这个头发像报酬一样。想让你搞个发型，好的，到时候帮我看一下，要不我搞年轻点的。好的，你稍坐一下中吧，好吧。好，吧，我先去洗一下吧。待会让人帮你洗一下，洗一下好，我再帮你看。好，可以啊。好久没过来了，你们什么时候上班的？我们初六，初六就上班了呀？对，初六是好日子嘛。我回湖南了。对，师傅好久没看到你过来了，头发也是要改变下颜色，涂下水一样，合适。去年我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老公就说要我弄，我说那个时候我想怀孕嘛，就怀孕了嘛，又没弄。是的，怀孕了不能搞头发。有时间了可以到我们老家那边去玩呐，去多走动一下，去可以去玩一下，去看一下。你们老家？对，我们老家蛮好玩的。在哪里哦？南平里面朝阳，朝阳啊，对，以后有时间了我带你一起去玩，带我去玩。对，你说我也不认识路啊，我也没去过，带你去，带你一起去。
是在哪个地方哦？朝阳里头。你老公的弟弟经常来我们一起玩啊，去玩了几次啊，以后可以一起去啊，他晓得地方。老公的弟弟？对。老丫呀？对。那个祖屋那里吗？对，那个祖屋那里就是我娘家。那个祖屋是你娘家？对，随过去玩。就是他有个朋友说离了婚的是你谁哦？那个是我哥哥。哦，是你哥哥呀？对，是真实的离婚了。嗯。我爸爸已经过世了，就我妈妈他们两个没得婚，相依为命。相依为命。对。怪不得。是的，有时间了经常过去玩。哇，我真的缘分这个东西真的说不好哎哦，确实是缘分。你看这样，我是说到小区下面洗头发，经常到你们这里来哦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么近，原来都认识。而且你也是湖南的，我们也是那边的哈，真是缘分。世界好小啊，有缘呢。有时间呢去你们那里耍哈，好，随时欢迎哈，好，随时可以去。嗯。到里面坐一下，我们到水果哈，好好好，那沙发都可以坐哈。嗯，没事，你忙吧。啊，你到水，好，坐一会儿哈，先坐坐水，好好好。刚才我想问问题，就是我在备孕期间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做颜色，我剪一下，把头发剪短一点，省得把那些黄颜色的头发把它剪掉，不然显得太枯燥了，人没精神。我要跟他说一下。帮你看一下。啊，我这个丑与美就交给你了耶。好的。啊，等下我回去不好看，我们家姐知道了要来找你的。头发太长了。给你把它剪一个，你的长度有要求吗？对这个头发的长度。没有什么很大的要求。之前我想着是把头发留长一点做大波浪嘛，后来想着我不适合。因为下面发质太糟了。啊。不是没有啊，给你把它剪成一个把肩膀下面一点的，剪个锁的话嘛。啊，也可以。剪个锁的话。啊。那样的话发质也好点，因为下面头发太糟了嘛。但是你会不会剪的？我头发会很蓬哦。头发呀。嗯。这样的话，你暂时不能做柔顺嘛，是吧？嗯。暂时不能做柔顺。嗯，先修剪。先修剪吧。剪完了，我头发剪的金刚没有，赶快剪了一多半哦。是的。最终成果到时候看一下啊。头发剪短了，整个人头都轻松了，感觉舒服很多。这涂的什么？哪里画呀？微微的。微的，它会重新扎成。扎得起来吧，应该。扎得起。嗯。这地上都是我的头发。嗯、扎起来啊。因为你长。要求你长一点，所以说比那个说头发的话要稍微长一点。哦。长。嗯。很规矩的说头发。嗯。是吧？像这种刘海的话，因为像这样烫一下的话更自然一点。哦，可以。到时候能做颜色的时候，是吧？嗯。颜色改一下去。嗯。现在。家里直接在家里洗的，然后吹了洗。哦。现在我就不做颜色了。好看多了呀！你再上个颜色，把你颜色改变上，还有。哦，短发还是轻松一点。洗得好细心，我们哎呀，走。这样我们洗吗？没事。哎，对对对。这样。好久没说了，回头看一下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回去了。头发剪短了，那个头啊，整个轻松了很多，还让他给我打薄了一点点，因为我头发比较厚，这样舒服多了。